志青龙特战队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那么，我们的青龙特战队将逐步形成 KAG 的特战队。哎，我们慢慢的，实际上我们已经形成我们量学青龙 KAG 的啊，因为这个 KAG 是个大法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不容易。我今天本来是想给大家进行，但是呢，感觉，今天早上收到一个消息，说我们有一个队员用了我们量学青龙 KAG 战法，竟然亏了好多钱。哎呀，我说还有这种事情，我们的 KAG 战法是亏了很多钱，那么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发出了征集失败案例。哎，如果谁用了量学 KAG 战法失败了，亏钱了，请您按照我早上发的标准和要求画出图来发给我，看看到底是不是量学 KAG 失败，还是我们的量学 KAG 没有学到位。那么也就是说，龙城密探还没有把量学 KAG 给大家讲清楚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将结合大家的失败的案例，把我们的量学 KAG 再给他讲清讲透，对吧？讲清讲透。是的，我们今天又有一个队员用量学 KAG 战法擒拿林翔能源，哎，这收益达到近 50%。对于有成功有失败，那么成功了我们跑不掉，关键是要把失败的经验教训要给它总出来。好，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讲量学青龙 KAG 和 AKG 啊 KAG 和 AKG。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 AKAG 而不是 AAG。 好，但是之前我们还是郑重声明，哎，我们这个解读清华大学出版的量学经典，弘扬王子量学技术的科学精髓，剖析龙头牛股背后的主力思维，所以我们难免要用到案例，但是实际案例不为禁锢，如有失败盈亏自负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量学青龙 KAG。 大家还记得我昨天，我们这个青龙 KAG 用好了，那华子科技在这个地方已经大涨的情况之下，我给大家交流了之后，由于它是走出了大周期，它后面还上涨了，对不对？还上涨了。那么这个周期我们量学 KAG 的标准一定要红肥绿瘦，对吧？哎，一定要红肥绿瘦。好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，这个符合 KAG 的标准。因为我看看啊，我们把300490，我今天又看了一下，大家看我是在哪天给大家做的案例，我是在这一天给大家做的案例。大家记住，我们呢强化一下，按照我们如果这个华字科技，我们大家跟踪它研究它是跟踪它的，按照我们的 KAG 的伏击标准，我们的最佳伏击点在什么位置？大家跟我一起看，我如果说错了，大家给我纠错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个青龙 KAG 是不是这一天是伏击点呢？按照标准啊，按照标准，是不是这一天是伏击点呢？这一天是建仓，这一天是增仓，这一天是补仓。大家说对不对？跟我互动起来，必须要给大家强化一下，跟我一起互动一下啊。大家在 QQ 群里也行，在这个啊，在播放器也行。是对不对啊？看看就有分歧了，就有分歧了啊。哎，这就分歧了啊，问题就来了。所以说
28期的、29期的，我有一节课专门讲的是量学情容 KAG 战法的，在实践精华当中，请大家赶快再去给我复习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么也就是说，这里面我们这个奥有大有小，我们从这个位置开始，对吧？从大家注意，我们把这个里面当成一个奥，这个是趋势调整。那么这个奥当中，是不是这是一奥？这是 R 奥。为什么它是 R 奥呢？因为这个真底在这儿，对不对？真底抬高。那么为什么它不是？哎，它不是的，它真底比这个真底比它降低了，所以这个才是 R 奥。因此说，按照这个标准，我们怎么讲的？本身这只股票它整体大周期是什么？它的大周期是什么？它的中大周期是不是已经是上升趋势啊？是不是上升趋势啊？它的大周期已经是上升趋势，所以这是上升途中的哦，哎。这个啊，这个是一个小奥，小奥里面分一奥、二奥，那么大家说，这个时候的二奥的阴阳应不应该建仓？这个位置的二奥阴阳应不应该建仓？哎，所以这只股票，如果我们是跟风的话，这个阳就应该是建仓，这是阴阳。那么这个阳呢？这个阳呢？这个阳就是补仓，而且它是一个跳空阳，还是增仓？还是增仓？这是建仓，这是增仓。好，这个二阳之后是不是出现一个假阳啊？这个假阳要不要增？要不要补仓啊？这个假阳能不能补仓啊？假阳能不能补仓啊？假阳不能补仓的，我们这里说的一阳、二阳、三阳必须是真阳啊，最好是真阳，我们就是真阳。而且呢，这个阳能不能水平的？能不能是水平方向的？收盘价能不能一个高度啊？哎，收盘价必须二阳比一阳高，三阳比二阳高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本身是假阳，不是我们要的阳，啊，在这个假阳后面的这一个是什么？这个才是三阳，明白没有？这个是才是三阳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是跟前边是跟踪这只股票的话，我们这一天是建仓，这一天是增仓。而到这一天就是补仓，然后这些都是持股待涨，明白没有？哎，这就是持股待涨，是，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标准搞清楚。好，结果你跑到这个地方来追涨，那亏钱，那不就是大概率的事件了吗？哎，你跑到这个地方再来追涨，那就晚了。哎，我们的量学 KAG 战法，我引以为豪的。我之所以把量学 KAG 战法引以为豪，因为我解决了一个问题，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？解决了一个避免大家追涨的问题，解决了一个让大家伏击在起涨点的问题。所以我说，把我们的量学 KAG 学好了。我们是可以做到稳赢，哎，是不是起涨点是稳赢啊？伏击在起涨点是不是稳赢啊？对，这才我引以为豪的就是这个，哎，但是我们有的队员竟然还在这上亏大钱，那就是说明我没有讲清楚，是不是我没有讲清楚？所以说我要再给大家讲，好。很有意思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一天的时候，而且这只股票目前来说上升趋势还有没有结束？
这个上升趋势我们还不敢说它结束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它这个高量还在下方，看到没有？这是高量下方，整体是上涨价升量缩的，哎，整体是价升量缩，我们还不能确定它这个结束，那么要等它走出 AKG 才能说它结束，或者说明显的高位的出货，对不对？明显的高位的出货。好，那么大家看这只股票现在的情况，哎，我们一看今天，我们在这个位置是价升量缩，价升量缩是不是第二天该涨啊？哎，这就是量柱的知识，我们价升量缩第二天是该涨，结果它该涨不涨，对不对？该涨不涨，来了一个冲高回落，一个假阳追，所以是不是应该技术调整？这一天应该出货呀？哎，这一天我们结合量波就应该逢高出货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前期进去的这个地方一二三，哎，建仓增仓补仓，享受涨停，享受享受，这一天是不是要出一下？哎，这一天是跳空，连续大涨拉拐，出一下，出一下，第二天是不是跟进？哎，那大家看这个叫跟进啊，因为这没有结束啊，大家都在杀回马枪叫跟进。那么这一天是不是要高抛？哎，大家看这个量波就急升波，是不是低开急升？这就是假量波之势，我们叫出货。出货之后，今天是不是调整了？今天就调整了，是不是出的非常正确？节奏非常好。好，刚才看这只股票，哎，有几大什么？首先看量柱，首先看量柱，量柱今天又干什么？量柱今天又明显的缩量，而且这个量是不是比较明显的小呀？哎，缩量柱一旦确认为低量柱，它是不是就见底回升？好，低量柱，缩量柱，等待确认低量柱。好，我们再看看今天，看到没有？我看看，我们准确的看一下，今天的最低点是28块，而我们这个顶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28块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好，那么大家说，这个缺口有没有补掉啊？哎，这个跳空缺口有没有补掉啊？哎，它是零号盘中踩了一下，收盘又收上去了，而且是不是精准踩线？今天是长阴加长腿，长腿踩线，风光潋滟，它是不是踩着这个？好，收盘大家注意，这是不是相当于涨停板？这个实体有没有跌破呀？这实体也没有跌破。好，我们和这个阴比下来，真底有没有抬高呀？真底又抬高了。所以说这个票如果它后面站稳这个阳实底，对不对？站稳这个大阳实底，出现反包阳，出现回马枪，对，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上升途中的小二号？是不是上升途中的小二号？一号，两号，哎，前提条件就是要守住这个阳实底，对，然后一根阳反包起来。大家说这个时候结合量波，一旦量波比较强势，这票能不能参与吧？好，稳一点的，我们的参与点在哪？我们的拐点在哪？稳一点的拐点就在这个跳空缺口，明白意思吧？哎，稳一点的就是要把这个缺口给它补掉，是坑凹拐向上的拐点。如果这个缺口补不掉，好不好？就不行，哎，因为这是一个跳空，它相当于一个阴元帅，在空方的元帅，相当于空方的元帅，好不好？空方的跳空，这个缺口要补掉。我这样讲清楚吗？清楚吗？清楚，回复一下。对对对，好，就是我们讲到这个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
这个是我们的联创股份，就不用说了啊，不用说了。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失败案例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？接下来还是建议啊，大家看这个看就不清楚吧？哎，这个看起来就不清楚。希望大家给我提供案例的时候，失败的案例的时候，最好用白底图啊，白底图呢就看得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大家看。我们这个是日月股份，大家能看清楚吧？应该还比较清楚啊。我们的腾讯课堂比较好，日月股份。好，我们早坑二拐，从什么呢？从左侧高点。啊，我们就看这幅图，我们就看这幅图，看看我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这个是不是高量？高位高量，然后出现调整，挖坑挖坑，我们来锁啊，我们来锁，一起锁。这是不是一个坑？好，这是不是两个坑？没问题吧？好的，这个地方是不是三坑？是不是三坑？没问题吧？是不是没问题啊？好嘞，我们讲这个最后一个坑，一旦被后面的坑给它怎么样啊？啊，后面的二。给它抬升了，那它就应该什么？它就应该是什么？它就由坑转为坳了。所以说，我们按照后面，我们如果就按照这个地方来，这是底部抬高，真正的底部抬高，前边一个没有抬高，前边一个真底在这儿。所以说，这能不能算？算，这个不算。哦。那么后面一个真底抬高了，因为这个真底被它真底给降低了，所以最终要以它为算。好，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二了。那么这个二是几二呀？这个二是几二呀？哎，但是我们这个队员标出来的，他这图上标的是几二呀？这个二就找错了，那么这个责任在我，是不是啊？我没教好，啊，所以我今天呢再来强化一下，这个最后一个坑，一旦被后面的国底真底抬高的确认了，它是最后一个坑，那么它就坑转二，它是第一二，而不是这里是第一二，这里就是二二了，好。那么我们再往，那么这样的话，这后面这个是几奥呀？这个就是几奥了？对，这就是三奥了，这就是三奥了。所以说，那么这只股票，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我们按照标准来，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第二奥可以赚钱？我们看一下，是不是在这个第二奥？第二奥，我们是一阳，一阳在这儿，一阳还在这儿，一阳见，二阳增，对不对？二阳增，是不是可以赚它一小波呀？那么二奥是不是组成二峰不顾就要出货呀？好，到了三奥的时候，我看一看这里面我们抓大放血，抓大。这里面这个是啊，这是一阳，对不对？这是一阳，然后呢，第二个应该是假阳啊，我有点判断啊，一般太小了，我们把它合并了啊。这里给大家注意讲一下，如果这小阳太小了，我们给它合并合并，也就是这两个小不丁点，我们当一阳都当一阳，我这样讲大家明白吧？好，这个当二阳行不行？哎，也就是说。我们这只股票要操盘的话，这个地方是建仓，这个地方是补仓，这个它在增仓，这个地方就干什么了？这些是地方就是什么了？这个地方就是补仓，所以说我们是不是稳稳的可以赚上这么一波？是不是可以赚上这么一波？那么。这个地方为什么到这地方又要下来做奥呢？
为什么又要下来作奥呀？哎，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，我们上欲压力不过出，你这个左侧还有压力了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哎，你左侧还有这么多压力在这个地方呢，所以说这个好到了这个位置，哎，那个这个位置为什么我们会被这样讲？大家清楚了吗？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被套呢？啊，为什么会被套呢？被很多。哦，我看我这幅图，我来再找一幅图啊。这一幅图，我再来找一幅图，我又还有一幅图没用。这个失败案例是这幅图是他买点，我看哪一天买点的啊？估计一根筋，看看大家看啊，我有点都是不是非常清楚啊哦，大家看啊，大家看，是哎，我们的队员在哪一天伏击的啊？哎，我们的队员在这一天伏击的，大家能看清楚吧？也就是我们的队员在这个。啊，大家看，大家看，我等一下啊，一阳、二阳、三阳，对呀，这个图怎么不标准啊？这个图不标准，哦，是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大家看，哎，我们这个队员啊，在这一天去买，大家说对不对呀？大家说这一天伏击对不对呀？如果还是按照我们这个，我把这个图先关掉。好，这是我们刚才的它买点。那么大家看，就是说这只股票如果。我还调出这个图吧，日月股份我知道了啊，日月股份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们的队员是在这一天买进去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大家一起来说对不对？这一天是不是买票的时候？为什么？我们用量学的知识来说，为什么？首先来说，我们最简单的说，这一天是什么柱啊？哎，这一天你可是假阳真阴啊！假阳真阴啊！我这一阳见二阳增，三阳补要登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三阳要登峰？你这个地方这一天来一个假阳，你就给我去出手，假阳真阴务必当心，是不是？假阳务必真阴务必当心啊！所以最小的你这一天这个从日向这买就买错了，是不是日向就买错了？所以是不是我们的 KAG 呀？不是我们的 KAG，对吧？好。然后再来说，大家说这只股票的伏击点后面，我们刚才讲前面的伏击点，对不对？前面是在应该在这个位置伏击，享受这一波。这个调整的时候，我们这种要不要参与啊？这个位置要不要参与？是不是到这个位置才可以参与？到了这个是强阳，一般调整之后，这个阳都不强，这个阳不强，这个阳呢？这个量不也一般性，是不是量不也一般性？那么我们下跌没到位，我看看啊，到了后面，是不是这一天它是阳强平衡？看到没有？这量不形态，我们这一天是伏击点，对不对？这一天是建仓点，这一天是不是增仓？这一天，哎，你补仓要不要补？
要不要补？哎，要不要补？你要看向左看的，是不是向左看？还要看这一天的量波形态，对吧？你补了，你第二天就当心了。好，这等一会儿再说。首先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股票后边的买点应该在这里，在这里面，是不是在这里，在这里面？好，到了这个位置，大家请看，是不是提量柱？我们当盘中预判出现 T3 的时候，要不要急着增仓？当我们盘中出预判，这个要出现 T 量柱，T 量柱干什么？T 量柱常态是跌，变态是涨，而且连续上涨之后，走它又有压力位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到了后面这是什么阳？这一天是假阳，又是假阳真阴。不仅是假阳真阴，而且来了个高量柱，是不是来了个高量柱？这高量柱常态什么？变态是什么？不仅是假阳真阴，又是高量柱，是不是柱跌金？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小小的位置，T3 是柱跌金，高量柱是柱跌金，假阳真阴柱跌金，假阳真阴柱跌金。假阳真阴柱跌金，全部是柱跌金。然后这天有没有突破高量顶啊？这一天假阳有没有突破高量顶啊？不顾高量顶，逃命最要紧。是不是不顾高量顶，逃命最要紧？你第二天不跌停才怪呢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第二天不跌停才怪呢？一系列的主跌金堆在这个位置，哎，你这天就是应该跌停，是不是应该跌停？那么，如果做了这个票，应不应该被他套？这一天，你看，大家看，这个早盘给没给我们出货的机会？这个早盘给没给我们出货的机会？给了我们足够的出货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跳空拉拐拉拐，一看不对头，是不是？还是不是不过高量顶啊？这个是高量最近的高量顶，开盘是开在这个高量顶之下，看到没有？高量顶之下，这是36.9块，37.01块，37.01块。把我们这一天最高点，哎，大家看看，大家好好看看，这个是这个高量顶三十顶是37.01块，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最高点是37块呀，37块啊，精准的比低是不是1分钱呐？这么高的股票低1分钱，这就是又是一个筑跌确认，不顾高量顶，逃命最要紧。所以说，我们的量学开机配合我们的一柱一线18法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柱一线18法呀？这你这个就不接停才怪，应不应该接停？哎，对吧？应该接停吧？那么。但是这个跌停之后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是怎么样？哎，这是假的，它在洗盘，对吧？讲得清楚了吗？实际上还有，为什么这只股票会如此缺值？为什么还要下来挖坑？是不是？大家再看，大家搜出来看，看，大家说这只股票选的位置好不好？这只股票选的位置好不好？也就是说，它的大周期是怎么样的？它这只股票的大周期选的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大周期大家一看，是不是这个大周期涨的是这么个涨的？它这个地方是不是个大的压力位啊？是不是？大的周期在调整之后的中周期在上升啊，对不对？
也就是说，这只股票的左侧是不是还有这么多个压力在这个地方？是不是我给大家讲的周期？明白了没有？现在明白了没有？哎，你这个地方还有压力，所以才到这个地方能不能顺利的上攻？能不能顺利上攻？所以从大周期整个，不论是大周期、小周期，还有小到我们的日向的量价建构，对不对？小到日向的量价建构，这只股票都是不应该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所以说是我没讲到位啊。8月26号是什么？8月26号，哎，8月26号这还不简单？8月26号你这人现在下方。所以说，我们好多我们的队员对假阳真阴和假阴真阳还不清楚，啊，对假阳真阴和假阴真阳还不清楚。所以说，能不能实盘？不能实盘，这些知识点都不懂的话，就不能实盘。一实盘，一不小心一盘就中了陷阱，还掉陷阱去了。这个是平均价，是就是叫人均线，叫人线，人线在前一天收盘价之下，这个就是假阳。懂吧？这个就是假阳，好吧？哎，所以说 AAG 理解不到位，量柱知识欠缺，真假未分清，进对标准不清楚。对的，我们这个安盛财管理帮我总结的非常到位。现在我这样一总结，大家清楚没有？哎，一个对 AAG 的理解不到位，你坑道拐具体的坑几坑几奥？还没有搞清楚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地方。第二个地方就是最基本的量柱知识，哎，假阴真阳，假阳真阴还搞不清，假阳真阴没搞清。然后高量柱常态是跌，低量柱常态是跌，这些最基本的概念还不是非常的深入，是不是不是非常的深入呀？哎，这个就。所以说，就第三，不是进退标准就不清楚。我这个高量顶都没有有效突破，不过高量顶是逃命最要紧，不过高量顶你却钻进去了，哎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过高量顶，你却钻进去了，这行不行啊？而且我们高量顶有个再三给大家讲，先实后虚。哎，先实后虚，你即使把实顶过了，虚顶没有过，行不行？哎，对呀，高量顶没有错呀。那么问题是，高量顶你实顶过了，虚顶没过，行不行？而且过了要不要确认？我给大家讲的三确认，进退三确认，如果是一日确认，需要什么样的确认？啊，这个能确认吗？这一天这个能确认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对不对？我给讲的进退三确认，是不是如果是一日确认，必须阳强平衡？所谓的阳强平衡，必须是量不是强势的。是不是量不是强势的？而我们今天这一天呢？而我们这一天呢？你这是什么量波强势量波呀？哎，充其量就是混三维都称不上，哎，这是很弱的量波。所以，哎，我们这个队员今天不知道有没有现场听课，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现场听课？今天经过这样讲了以后，是不是要清楚的多了？那么大家看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它又起来了，哎，跌到左个凹肩峰支撑，凹肩峰支撑，啊，凹肩峰支撑之后，仅此样，这些是不是买点？像这种左侧凹峰有涨停板支撑，这一天是伏击点。那么我们这一天呢，它又是高量柱开板，可以出货，出货了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等它？如果这个高量不破，对不对？高量不破之后，我们反包阳，哎，短线又可以进去了。所以这就是进去的标准，对吧？好的。
好的，好，这样现在这样讲清楚了吧？所以我们管理员也总结了啊，这个日月股份，一个是对开季认识不足，第二个对伏击的位置不是非常的清楚，第三个进退标准不清楚，第四个对最基本的量柱，对吧？批量柱、高量柱、假阴、假阳真阴柱，这个都还没搞清楚，所以说这个难免叫。啊，这样一说就不是我们开 A 机的失败了啊，不是开 A 机的失败，还是我没讲到位的问题。好，那么还给大家讲了量学情龙奥坑拐，奥坑拐就是 AKG，哎，就是 AKG。大家看这个美景能源，是不是给大家讲了？哎，我们该出就是要出，该进就是要进，该出就要出。好，这个地方出来以后。哎，今天好像又有不一样了，我看看，00723，00723，哎，大家看，今天有点有小一喜了呀，是不是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见不见顶，见不见顶，大家要看什么啊？有一个比较关键，一般来说，连续上涨之后，在高位放出明显的高量柱。啊，我这样讲，大家我再讲慢一点啊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连续大涨之后，在高位放出明显的高亮柱，这个高亮柱如果比左侧的高亮柱都高的话，往往这里是什么？就是主力出货了，啊，就是主力出货了，啊，那么主力出货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可能是换庄，换庄以后呢，它可能就是在高位高量不破。哎，换庄以后是高位高量不破，但是大部分高位的高量柱，它后面叫调整，高量阴就更加危险，更加危险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它的虽然出现调整之后，但是它的高量柱还在下方，大家注意没有？我们这个美景能源虽然在这个地方出现一定的调整，啊。在这个左侧虽然出现一定的调整，但是它的高亮柱在哪儿啊？哎，怎么搞的？高亮柱看到没有？它的高亮柱还在这儿呢，还在这儿呢。所以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它有可能还会进攻，只要这个高量不破，后面还可能进攻。而且这个高量，大家注意没有？它还有个0号缺口，看到没有？还有一个0号缺口，所以在这个位置，我说我们按照先出，只要它后面一旦形成了这个凹坑拐，一旦后面形成凹坑拐，是不是就见顶了？什么叫凹坑拐？哎，一旦后面，好，这个是真底，谷底是真底。如果它今天收盘收在这个位置，好不好？它就有可能就是凹坑拐了，就是有可能就往下了，有可能没戏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收盘却收起来了，它不仅收盘收起来，而且今天是什么？明显的缩量，看到没有？明显的缩量，所以说。只要这个地方真底抬高，明天出现次阳，高质量的次阳，如果是突破这个鬼门关，也就是这个坑凹拐的拐点是在什么地方？向上的拐点就是我们这一个鬼门关抓关键，大阴大阳找穴位，高量顶底是关键，要不要盯着今天这个小阴来做参考？要不要盯着今天小阴来做参考？哎，要不要？哎，这都是细节。哎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就要抓关键，就要抓这个阴，它本身又是放量阴，又是大阴，一定要抓这个鬼门关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向上的拐点。哎，出现极阴次阳，高质量极阴次阳就是结合量波，对不对？一阳见。二阳增，对不对？一般出现这种位置二阳的就可以加仓了，要看还要结合量波，说不准一阳就可以加仓了，一阳就可以仓位动一点。如果质量高的话，因为这样的股票比较牛，
它一阳直接涨停板的走势，那么你一阳仓位就跟上，这就要结合量波来判断。哇，这个讲得清楚吧？讲得清楚吧？哎，好，所以一定要那个啊，我们这个量学 KAG 操盘灵魂，哎，我们看到没有？我给大家总结的，等待，等待，再等那么这个等待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让大家就无所事事就等待。哎，如果我们跟踪的股票，是不是要等待它出现标准的机会呀？标准的伏击点呢？哎，没有出现标准的伏击点，能不能着急啊？一旦这个一错节奏了，不要说大家，我错了节奏都难受。哎，我有的时候带盘的时候，因为忙着指挥大家，我自己错过了节奏啊，我有的时候搞得我都难受。这个节奏一定要插准了，哎，插准才好。哎，只要等待，等待，再等待，等待标准出现。我们就稳稳的实现稳赢再超赢，对不对？稳稳的超，稳赢到超赢。好，我们再接下来再看看我们总结一下，刚才是失败的，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几个成功的案例，对吧？几个成功的案例。好，先来看一看谁呢？看到了电建股份，这只股票令人有时候我都会不相信，不相信什么呢？这种股票也能大涨，也能翻倍。啊，你看这个盘子多大呀？111个亿流通盘，总股本还153亿，哇，流通股本111亿。是不是有点令人不敢相信啊？但是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只股票，如果我们从这个低位的话算的话，好，我们从这个，因为这是大的奥迪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相对比较大的奥迪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这些位置，是不是按道理是可以出手了？如果按照标准，在这个位置可以出手了，那么这个位置出手，大家看。是不是已经接近翻倍了？是不是已经接近翻倍了？那么这还能做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我是在这个板这一天预报的，对吧？大家还记得吧？我在这一天预报的，因为我当时就想这么漂亮的奥迪，大家看一看，缩图给大家看看，我为什么选它？对不对？哎，大家，我缩图给大家看看，大家现在明白我的选股的思路。哦，你这个左侧是下跌的，哎呦，不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左侧是下跌的？然后到这个地方已经是什么？这是不是最后一个坑啊？你这个是大这么时间的坑，而且这个坑里的量怎么样？是不是量价配合的？到了这个位置，大家说，我这一天为什么还敢去抢它？是不是已经走出大周期了？是不是已经走出大周期了？明白没有？明白没有？哎，所以大家再看，我们再看细节。你说这只股票之所以还能涨这么多，跟我们下方的量价关系，大家看，我们这个下方的量价关系是什么样子的？哎，什么样叫高质量的？大家先，我们看这个，看这后面的，大家看，这个框子里面，这个量价是阴盛还是红阳盛啊？对呀，大家，所以说这是关键，我们以后就要找这种标准，这是我们标准的 KAG，下跌缩量，下跌缩量，下跌缩量，下跌缩三一，下跌缩三一，下跌缩量，下跌缩量，就这一天放了一下，对不对？但是放了一下还是长腿。
长腿组织还有支撑。好，接下来又是思量，看到没有？又是思量，就是这个基础，量学量学，学量学量柱是最基础的。好，再看这个奥，我们这个奥漂不漂亮啊？这是过分的，这是小三奥，这是不是上升图中的奥？这是不是上升图中的奥？而且这个上升图中的奥，这个底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是阳关道支撑这个波段的二一位上方。这个呢，又下来，又是这个波段的二一位上方。所以这种我讲过了，这种奥好还坏呀？这种奥是强势的奥，对不对？是强势的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的伏击标准是什么。我们今天有个队友伏击了，我就说，是不是不是好的位置？是不是高了？哎，今天伏击他位置就高了。我们真正好的伏击点，大家看，这里有个小技巧啊，这是高亮柱，高亮柱后面被跌破的第一个阳，一般来说我们要干什么？挤不挤参与？一般来说，高亮柱被跌破之后的第一个阳，包括这个位置，看到没有？哎，高亮跌破后的第一阳，哎，一般来说不是特强种。一般要小心一点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阳是不参与的，我们到这个阳就可以了，明白吧？这个阳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一天要不要着急？这一天实际上是不着急的，但是我们要看懂的可以买阴，没看懂的等这一天加仓，跳空阳。啊，我在这个位置讲的，我再讲一遍啊。一般连续上涨之后出现高亮柱，调整下来第一个次阳要不要参与？一般不参与，尤其是没过顶的情况下。好，到后面再出一个阳的时候，这个往往是可以建仓的。建仓之后，我们说二阳增，这天要不要增仓？这天要不要增仓？严格来说不增仓，我们在等这一天增仓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这个阳没有高过它，这个跳空阳一下跳空它的顶上，这一天才是增仓，但是我们这一天出货。一样的道理，这个是上涨之后高亮柱高量调整的一阳，要不要急？一阳是不急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奥里面应该是什么？是不是这个是漂亮的一阳？左侧有支撑了，一阳见，一阳见，一阳后面调整了，照不照？不要买阴啊，我们稳定的不买阴，是不是二阳增？是不是二阳增，三阳要登分？我记得我讲过了一下，所以我们这只股票的真正的好的买点是什么？这个两几天，当然这个出现侦察兵以后，这一天可不可以？后面一天也是可以的，这是侦察兵，啊，后面一天也是可以的。今天是不是最佳买点？今天就不是最佳机会了。明白没有？明白了没有？哎，所以这个今天是高亮柱了，又要防调整了。高亮柱后面调整，高亮柱后面调整，高亮柱后面有可能就会调整了。明白，这就是规律。啊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成功的马前炮。接下来大家再看一看，哈哈，这只股票还记得吧？哎呀，我也跟着他好几遍，为什么跟他？我周末还，但是为什么他要在这个地方做这么复杂的奥呢？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要做这么一个复杂的奥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大家记住，什么？是不是因为这一波，大家看这一波涨多少呀？对，一个板、两个板、三个板、四个板、五个板、六个板，标准七个板，标准翻倍了，
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换庄了？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换庄稼了？对，就是说在这个地方，主力已经一波拉升，已经翻倍了。然后在这里面，他肯定是要换庄，对不对？换庄，换庄之后，大家说，如果要想上涨的话，他要不要把这个获利盘或者套牢盘跟获利盘把它洗干净？他要把这个获利盘，要把套牢盘，全要把它洗得比较干净之后才能上涨。所以这种股票它往往洗盘的时间就会比较长，然后呢，就走得比较复杂一点。但是昨天晚上我跟大家讲，我说这票应该还有戏，为什么？一个是我们下方的根基呀，我们下方的根基这个量柱啊，是不是整体还是红肥绿瘦？哎，这个下方的量柱，你这个跌还是缩量的？你这个地方跌还缩三阴的？你这地方跌还是缩三阴的，你这地方跌还是缩的，这个是长阴短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长阴短柱？哎，然后上涨放量，下跌是那样红肥绿瘦，所以这个是根基，这是牛股的基础，对最基本的要求。好，然后第二个我是不是讲了？你这个底部在抬高，这个底部在抬高，这个底部在抬高。是不是这个底部在真底？这个真底还小的真底在抬高，这个也是底部在抬高。大家明白没有啊？哎，这个底部在抬高哎。我们这只股票，我说可以数啊，怎么数？用两种方式数。第一种方式干什么？这个一个凹，这张两个凹，是不是？一种方式这么数。第二种方式，我们前面不管它了，就从这个高位下来算。对不对？哎，只要从这个地方高位下来算，那是不是就更简单了？大家看，这就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凹，这是两个凹，这是什么呀？对了，这是三凹，它是底，它是这个量柱是红肥绿瘦，而我们的凹呢是底部是明显抬高。是不是底部是明显抬高呀？哎，你看这个是底，这个是底，这个是底，是不是明显抬高？明显抬高的，而且这个三凹里面又是真底抬高，看到没有？三凹也是真底抬高，所以说我说这只股票一旦向上，我记得我昨天讲过，我说一旦向上了就漂亮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一旦向上就漂亮了？然后在这里是不是它是高量？高量有没有破？最近的高量有没有破？它是最近的高量柱，哎，开盘破了一下实体，但是收底还在下方。再看今天的集合竞价，啊，集合竞价，我应大家的要求，我把28期的讲过的。走三趋势是吧？啊，三趋势给大家那个集合竞价的知识发到29期来，再让大家复习啊，再让大家复习。哎，大家看这个集合竞价是不是还能看懂就好了？哎，这早晨都是没有人参与了，大家看啊，洗盘洗的没量，看到没有？洗盘洗的没量，但是密集撮合区是不是在下方？而且是台阶式的，上来就向上。下打向上下打，是不是站稳人线？这是不是正三维的建构？是不是正三维的建构？所以这个票你要跟踪好了，跟踪好了，哎，就用我教大家的量步的 AAG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都能伏击了，对不对？都能伏击了。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个日向的鬼门关。对不对？日向的鬼门关是多少？这个鬼门关是，21.35块。我们看今天21.35块在哪？21.35块，大家看，我一画就是刮3.6，我有的时候画得非常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
把日向的鬼门关结合进去，在亮波结合进去，大家看到伏击点最佳伏击点，第一次突破鬼门关不为过，第二次又是假过，但是第三次这个整个量价配合是不是就有效突破鬼门关？所以这只股票今天最佳的伏击点是不是在这里？在第三次向上突破鬼门关的时候，大家就要开枪了，大家要开枪了啊，就是开枪点。实际案例不为禁股，如有涉犯盈亏自负啊，为了避免误解，所以我们讲到一定时候想一下就要强调一下啊，实际案例不为禁股，如有涉犯盈亏自负。明白没有？这只股票讲得清楚没有？讲得清楚没有？那么这只股票这样走的话，这样走的话，大家看它如果这样走的话，是不是应该会比较牛？是不是应该是比较牛？是不是应该要向上？对吧？我只是说应该向上，对，是不是大周期应该在向上走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那今天是不是最佳伏击点呢？像这种涨停板的股票，你今天没有伏击的话，明天一个高开横多，给我都不是很敢追，对不对？给我都不是很敢追，我要等到量波比较稳的时候，我再看量波能不能再参与。所以这是今天是最佳的出击点，对吧？是不是耐心？我们有我看到有两个队员，我们有两个队员就是耐心跟踪，重仓出击。用他的话来说是满仓出击。那这个是我的功劳还是他的功劳？是我们队员的功劳，不是我的功劳。哎，我们队员耐心按照量学 KAG 的方法去跟踪，跟踪再跟踪，等待等待再等待，所以跟踪的时间长了，看懂了，看明白了，最后才敢重仓出击。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跟踪的过程，敢不敢重仓出击啊？是不是不敢重仓出击啊？所以有的时候跟踪股票呢，还有个好处是什么？就是说我们更加能够清楚某一只股票的主力它的操盘的意图，它的挣扎涨跌我们会看得非常的清楚。好，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个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大家看了没有？哎，我们这个鼎汉技术是不是我周末给大家做的案例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趋势很重要，位置趋势非常重要，因为你这个星期五的话，这个盘是扭转趋势的，有大周期向上的，所以这只股票你今天常态就应该继续上涨，能不能涨停是另外一回事，至少这一天进去套不住。哎，今天进去这只股票，只要不是追的过高，是套不住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是套不住的。好，我们顺便把这几只块，这些股票讲能不能跟踪，一定要学会方法。过分踩顶缩量，是不是等这个地方后面高量不破的机会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要高量不破的机会？哎，等待杀回马枪，固分保底，也许在这做啊哦，对不对？也许在这做啊哦，我们就等，要看，观察研究。这个今天放量了，海的控制放量是不是要放调整？放量放调，我为什么选它？因为它走出往上突破的走势了。那么今天放高量，叫高量不破，是不是后市必火？哎，我们就按照标准来，高量不破后市必火，高量破有带货。我们要看一般情况下今天的高量，我们预判它不应该破，但是我们要执行具体执行标准。好，五周新春，哎，大家看现在发现我有的时候会选出涨停板给大家看，为什么？看到没有？为什么这只股票选给大家？嘿嘿嘿，为什么？看出来了没有？看出来名堂没有？这只股票为什么选出来今天还涨停了？看出名堂没有？
是不是这个下降是不是已经在走上升的通道了？是不是已经在走上升的趋势了？大周期已经向上了，明白了没有啊？而且，哎，下面有白日高亮柱的支撑呢，大周期在向上，而且关键上周五还是这个有科阴，这两个阴高亮阴亮阴亮，这种阴亮，按照我给大家讲过，它这个阴高亮是不是后面行情应该结束？行情应该结束，应该结束，结果一天跌破，第二天就金次阳，第三天就收复了，而且收复它的一个鬼门关了。这样的股票，它就属于该跌不跌而上涨的，也就是这是洗盘。那么为什么没有继续下跌？因为这个量相对于前面的量小得多，并不是真正的出货量，看到没有？也就是你这个阴高量跟前面的高量都没法比，这跟左侧的白高更没法比。所以说这一些就不是真正的出货，而是洗盘，好吧？而是洗盘。好，再往下看，看到没有？这只票我已经跟踪这段时间，是不是小二二一二二二？这个左侧的分已经过了，今天还震荡，一阳二阳，明天再出阳就是什么阳了？明天这个地方出阳的话，就是三，真正的阳就是三阳，就有可能涨停喽，是不是有可能涨停了？实际案例不为经过，如有是反盈亏自负，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再看，巴田股份，巴田股份着不着急啊？要不要跟踪好啊？巴田股份要不要跟踪好啊？哎，不能扎堆啊！不能让实体案例不为经过，如有设备盈亏自负，小盘股更要当心啊！小盘股更要当心。但是巴田股份大家看呢？哎，这个阴今天是高量后面该跌不跌，是不是高量之后该跌不跌来了个假阴真阳？哎，这只股票要当心的，阳阳阴要当心，该跌不跌是黄金。这个地方一旦出现阳强平衡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只股票一旦出现阳强平衡，可能就要牵牛带涨了。假阴真阳，牵牛带涨，前面假阴真阳，后面就调整。这个假阴真阳后面上涨，这个假阴真阳后面一旦上涨就是强装，而且是关键这个位置是过分的，整体量大不大？整体量是不大的，主力庄家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出货？大概率，我们不能说100%啊，不能说100%的话。就是说，大概率主力庄家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出货？大概率这个主力庄家有没有出货呀？没有出货，那还怕他啥呀？是不是？没有出货，还怕他个啥呀？择机吧，观察，是不是？好，哎，这个家伙要不要关注一下？这个短线可以关注一下中钱股份啊。中钱股份的这个底漂不漂亮？一个底，两个底，精准的支撑。哎，这个苏三一，这个地方一旦掉头向上，啊，短线是不是应该有机会？应该有机会。好，再看我们最后再看我们一个开 A 计划，我看看啊，我们几只票差不多，我们倒着看，倒着看，我们这福达股份应主力庄家有没有出货？福达股份主力庄家有没有出货？他上哪就出货哟，他上哪就出货哟，是不是？哎，连续3天两天双阴洗盘，回踩高量底，是不是等待次阳的机会？一旦有次阳，是不是就要盯上，对不对？盯上高量阴，问题它现在有没有站上去？高量阴后面大家看一二二二。哎，你看，你这个高量阴后面是不是行情结束呀？结果不是呀，你这高量阴后面，哎，来了个什么？一二，第一个二有没有过去呀？第一个二没有过得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下来这个地方已经就形成了
真谛抬高的二奥，二奥一阳就涨停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二奥一阳就涨停？现在就是上升途中的上升，这种量价关系，这种量价关系后市常态就应该上涨，所以这里一旦出现强势的反包阳，就应该怎么样？就要盯上，是不是？出现强势的反包阳就要盯上了，这样这票可以买阴的，今天应该可以买阴。为什么？最低点9.13块，然后这个高量顶9.12块，上浮1分钱，而且今天是长阴短多，今天可以适当买阴的，啊，对吧？啊，最后我们回上去，哎，所以说耐心，耐心，再耐心，等待，等待，再等待。哎，想不到又想不到，是不是啊？想不到又想不到。我们刚才智中股份搞了那么多奥，而我们这个深圳燃气为什么也搞这么多奥呀？一个板，两个板，三个板，四个板。所以这个高量之后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换庄的表现？是不是至少说新的庄家进来了，是不是一样涨多了？但是强不强？上来就涨停，涨停，在这地方要哦啊哦，看到没有？星期五我为什么还把它选进我们的划线练习？因为这个是什么突破？它收盘是过了这个高量顶的，它是跳空显性的假阴真阳。那么按照这个量价关系，同样的，大家看到下面没有？看到下面的量价关系没有？是不是红肥绿瘦呀？是不是红肥绿瘦呀？哎，下面都是红肥绿瘦，要么这个量，哎呀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这个不是红肥绿，这个量如果很短嘛，这种量柱好不好呀？这种短短的量柱好不好呀？老师，它短呀，它不长呀。这是长阳矮柱，对不对？这是长阳矮柱，这可是好的高质量的柱，它胜于高量柱，胜于高量阳，明白吧？所以这就是量学知识啊！啊，明白？哎，我们的新队员们，这些都是量学知识呀。所以星期五的来了一个假阴真阳，然后过了这个高量底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就想，你一反包是不是就良机？一反包就是良机。好，大家再看看今天的开盘价精不精彩？今天的开盘价是11.35块，啊，这个高量顶是多少呀？这个高量顶是11.29块。哎呦，我的队员们，啊！是不是太精彩了？是不是太精彩了？然后盘中下打要不要怕？盘中下打要不要怕？哎，你盘中下打跳空阴未破底，高于人线不吃你，对不对？高于人线不吃你，你下下下下，哎，这种下来就是拉上去再下来，哎，你这个地方起来，对不对？起来，我看看。如果从安全的稳健的伏击点是什么啊？稳健的伏击点，我们王子老师的给他喜欢的伏击点就是11.54块，就是这个当战略上是假阴真阳牵牛带涨，战术上当阴看他的二一位鬼门关11.54块。大家看今天11.54块在什么位置？大家看11.54块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，11.54块在这里，在这里看到没有？对了，你一进过下来，这个位置是最佳出击点。清楚了没有？清楚了没有？这个地方是最佳的出击点，好吧？所以这个又是我们的经典的案例。所以大家对量学科技还应不应该有怀疑？
我今天讲这么多，从失败案例到我们的成功的案例，啊，大家好好听，什么样的量学 KAG 质量好，什么样的量学 KAG 质量不好，它的位置是什么样，啊，位置应该是什么样，伏击的标准是什么样，哎，我们的 KAG 的伏击标准是什么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拐点一柱一线直八法。好，还要说一下，说最后一支，正好也是我想说的，这支股票大家就记住，缺点是位置高，缺点是位置高，但是优点呢，就是说它还没有完全见顶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因为它的高量也在这个地方，我也总觉得它没出货，这个是长阳矮柱，昨天打下来，今天是开高开，然后探顶，是不是？很简单呀，很简单呀，这只股票你继续以这个鬼门关，好吧？哎，今天这个假阴真阳的没多大意义，在这个高量阴的怀抱里面，只要这个位置不下跌，只要这个地方出现反包阳，怎么样？要盯上，好不好？哎，只要这个地方反包阳突破鬼门关，强势量不突破鬼门关，就还可以短线去参与。至于能不能大涨，我们要边走边看，好吧？因为涨高的股票，我们就要边走边看，不能把话说死了。说死了，万一又哎说不出就坏账了，就坏了，被套在高位就坏了，对不对？按照这个标准，我们还可以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来深入研究我们的量学 KAG 战法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量学 KAG 擒龙蹲牛的精彩。啊，我希望大家学会以后，因为我个人经历，说实话是不是非常有限？我每天给大家上课呀，写东西，在复盘看那么多股票，我把我累趴下了。我有时候说实话是精力达不到，是不是精力达不到？如果我有时间有精力把每只股票都过一遍的话，这些大牛股能不能逃得掉？是逃不掉的。但是我希望我把方法教给大家以后，大家和我一起擒龙蹲牛，好不好？不要靠我一个人，哎，不能把队长给累坏了，啊，行吗？哎，我把这个知识要点给大家讲，哎，接下来还是有失败的案例，要画好图给我，我再来给大家多讲 ，OK， 让我们共同见证 KAG 战法的精彩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的交流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